大家好，我是安贤，这个呢就是我的好朋友了 ，She's my best friend。嗨，他也是我的邻居。然后大家看到那个小男孩哈，就是那个 boy， 那个 Rican， 我前两天告诉大家的那个，he's her son， 是他的儿子。Rican 现在不知道你们从窗户这儿能看到不能？那几个小孩他们在后院玩，来给你们看一下，来，看到了吧？然后有我儿子 Anthony， 还有小 baby Persephone， 还有我朋友的女儿，还有他的小儿子，他们在后院那儿，在那儿玩那个蹦蹦床呢。好，这就是我们家的后院，比较大一些。反正是也没有种什么东西，都是草坪。那我呢在屋里边就跟我的朋友喝一杯，这个是水果酒，蛮好喝的。来哈尼 cheer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我们平时其实蛮无聊的，然后呢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弄些好吃的，等一下开饭的时候给大家看一看我做的大餐。我的朋友是从那个中东国家，那个 Jordan 是约旦，对，中文是叫约旦，她丈夫也是 Jordan， 他们就是一家人都从约旦过来的，在美国已经有 How many years honey you stay here 14、已经有14年了，比我来的还早，我在美国才11年。14, yeah. Oh my god. Long, long time. Yeah, long, long time.、Jordan 离咱们中国蛮近的，哎，也不近，好像我查了，坐飞机好像也得10个小时左右吧，比来美国稍微近一点点。从美国回去中国，我们每次回去坐飞机，从芝加哥到北京下飞机都是14个小时。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飞机有什么延误哈，都是14个半小时才能到北京。哎呀，我一提起坐飞机啊，真的是要晕的那种感觉，一下机的时候那个腿哈全部都是肿胀的那种，所以我特别害怕坐飞机。 Cheers honey。 Cheers。 Thank you。 来给大家也喝一个水果酒，没事，女人喝一点这个酒哈养颜对皮肤好，所以我经常会喝一些红酒啊或者水果酒啊，然后我觉得就是喝了对这个皮肤就特别好。但是酒好不能贪杯啊，少喝一点，一般都是喝这个杯子喝一杯或者是两杯左右，它几乎没有什么度数的，我看一下哈，哦，才十度。来给大家也干一个 Honey， 来跟我的朋友们干一个 Cheers。 还跟我女儿他俩这关系特别好，我女儿要是两天不去他家哈，他们家离我们家很近，就从我家一出大门到他家就30秒就走到他家了，就在我们家的对面，跟他特别亲。那俩男孩在这儿呢。Hi Rican。 Hi。 这就是我朋友的小儿子。 I'm making chocolate milk。 Oh, you're making chocolate milk. Good。 chocolate milk。 哎呀，坐那儿呢。小汉呢？对，这个 Hi。 这就是我朋友的大女儿。 How old are you 小汉？ 13。 她已经13岁了今年。How? No. What's a grade? Seven grade. Yeah. 上初二了哈。Can I sit down, honey? You want chocolate milk? Yeah. 你看那个衣服怎么穿的吗？这是。好，等会儿妈妈给你做 ，OK？ 今天她让头发扎起来，以前她不让扎的。I love you. Yeah. I'll see you. Yes. Come.
他可爱给邻居家的妈妈玩了。啊？忙了一下午，来吧，今天是正好可以提前一天庆祝复活节，来给大家看看我做的丰富的晚餐。我的好朋友，他的女儿，这是小宝宝，这是杨女婿，这是他的小儿子，就是天天在我家的那个 Recon。这个呢，就是儿子，儿子问阿姨们好，阿姨们好，真棒！来给大家看看我做的菜哈。啊，这个呢就是咖喱牛肉，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开封的麻辣花生，我让我弟弟从中国邮寄过来的，都还没吃完。这个呢就是四川牛肉。对呀、啊，这个就是我做的四川牛肉，你看我丈夫比我还知道。这个呢就是甜酸鸡啦，我管它叫甜酸鸡。那这个酱汁呢就是用那个西红柿酱调的。这个就是蔬菜，这个就是饺子啦，这个就是我的最美的好朋友。哎，大家看一下哈，整体的照片在这儿呢。嗨。在美国呢，就是复活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耶稣诞生的节日。大家都知道，这个基督教在美国是很，就是很多人很注重的一个宗教，就像咱们中国人注重佛教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来庆祝一下哦，看看大家是不是应该表扬我一下，这么能干，做了这么多好吃的。好吧，姐 ，eat more。明天呢，我们也要去妈妈家，然后庆祝复活节。好，我现在也等不及吃我做的饭菜，我把手机架到这儿来。忘了给大家说一个事情，就是我说他们是那个伊斯兰教嘛，所以他们去别人家一般不用别人家的碗筷，但是今天我专门他们拿了一次性的筷子啊，这一套碗，这一套碟子啊，是我的珍藏啊，从来没有用过的哈，新的，大家看一看，全部是一样的，从来没有用过，所以拿出来我的珍藏给他们用，每个人都是用的一次性的叉子，我喜欢这样的盘子，就是我喜欢收藏这些叠叠块块的，我们家有很多这个餐具哈都没有用过，我都是喜欢买放到地下室去。You want more corn?好了，我也要去吃饭了哈。你来给哈尼哥，看到没有，女儿总是跟爸爸坐在一起。Did you like it, honey? Good. Thank you. 我朋友也很喜欢吃中餐。Baby, come. What?Thank you. Daddy like it, honey. Okay. Rican, daddy like it. Hey, Rican. Good. Daddy, you, 儿子 Hey, Rican. 喜欢。喜欢啊，真棒。好棒的杨女婿 ，Honey. Hey, Rican. 我做的好吃吗？好吃。你喜欢就好哈。只要你喜欢，我可以尽量天天做哈。Okay. Hey, Rican. 你看这个小的在这儿。这个人嘛，就是特别喜欢交朋友，就是性格比较，我们北方来说就是很豪爽的性格，就是在不违背道德底线的一些事情哈，我真的都可以说得过去，就是朋友哈，我只交心，然后。你不放我哈，我也从来不会去欺负别人，就走到哪里哈，都是很多朋友，包括我小时候我妈妈也这样说，我这个闺女啊就是一个男孩的性格，整天大大咧咧的，好朋友，然后呢一说出去吃饭，我就是第一个去付钱的那个人，真的，这就是朋友们和我妈妈对我说的话。哎呀，我总是觉得吧，人生哈其实最珍贵的就是家庭、友谊、钱财嘛，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不对？
没有必要看到那么就是太贵重，就是人赚的，知道吧？我爸爸经常对我说一句话啊，就是朋友用心交，不要就是交朋友是为了什么而去交朋友。人家给我一个枣，我都要想办法还人家一个梨，就是这样。我爸爸经常这样教我，所以我受他的影响了。所以呢，我就是这么一个。Eat more, honey. Yep. You like it, huh? Yep. It's good. Okay, eat more, honey. 我这个朋友也是跟我性格很像，大大咧咧的。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性格确实很像，就是有什么说什么的那种。我女儿就超级喜欢他。两天不去到他家哈，我女儿都哭着说，妈妈我要去瑞康家 house。 他对我女儿超级好，所以我女儿为什么这么喜欢他。两女婿也是吃的很开心。吃的好吗哈尼？喜欢哈哈尼。所以啊，我就是一个走到哪里都不愁没有朋友的人，因为很多人都说我性格好，其实就是这样。从小是我爸爸的影响，我父母就是这样教导我们做人。我妈妈经常教导我们，就是要做，首先要做一个懂礼貌的孩子。你只有懂礼貌了，人家才觉得你这个孩子是有教养的孩子。比如说见人叫叔叔阿姨呀，叫爷爷奶奶呀，这是最基本的做人方式，礼貌。咱们中国也是一个礼仪之邦，对吧？所以这也是我经常叫我儿子，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是妈妈的朋友，见面了都要叫阿姨。我儿子这点真的很好，特别乖，然后也很听话。哎呀，我吧，反正是可能就是。怎么说哈，我可能就是头条也刚刚上来，新闻大家对我了解的还少，我们慢慢接触吧，大家会从我的视频中对我慢慢有一个了解。好啦，也祝大家这个复活节快乐哈，我们明天也要去婆婆家了，然后明天才是正式的复活节，去婆婆家大大的庆祝一下，明天再给大家拍我们家庭的视频哈。好了，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哈，哈尼，伊万给朋友们 say 拜拜，拜拜，晚安啦，哈尼，拜，儿子，伊万 say 拜拜，再见，拜，baby， 伊万 say 拜拜，拜，咦，真棒，拜，好，祝大家开心快乐每一天，复活节快乐。拜拜。